汁、饺子、面条，什么都有。来来，里面请。你还没有被遣送回国啊？你们是？你们认识？认识。早就认识。我大中国人。二姐。他们围着女人跳舞，就是中国的礼节吗？礼节？礼节？不。那你看那个女人为什么笑的那个样子？还找你呀？拦住吧！哎呀，回来，怎么办？半年前，日本海军把大批的物资转到了回力球场的库房进行倒卖，直到现在。那库房里还得有，除了这犹太人，还有日本海军司令。知道这件事儿的，在天津卫，可能就是本人了。我撒七秘书，这回你行啊，你是立了大功。三十二。哎，干嘛？你们哪部分的？哎，咱们自己的部队，给我听着。哎，不许乱动！你们是哪儿的？把他们枪给我下了。快动！快动！哎，这别，我齐秘书，现在怎么回事？你等一下啊。喂，喂，祖英，怎么这么乱？我听不到啊！你快来呀，快点！朝鲜银行仓库，快点！这么三更半夜的还出去啊？谁叫你？齐齐丽。根据收复区敌伪财政金融机构财产接收办法，你们单位无权接收。你是谁啊？这位是中央银行特派员司马祖英先生。特派员啊，请问这敌产伪产一直存放在此处吗？没错。你确定一直存放在此处？你这是什么态度跟我讲话？特派员，你别生气。回去我就按照你所说的向上峰汇报。可以。特派员啊，冬天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单位的同志还没免疫过冬，我能借你30包原棉吗？给我搬30包。谢特务，告辞。哎，走了，咱别撤。快！哎，老同学，这事儿你可干得真漂亮啊！哎，你瞧，你别冲我这样啊！这不是首席检察官，小郭子是你的顶头上司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接受以后曾经对属下定了10个借条：严守纪律，严惩贪污，对接收物资要检验造册查封。你现在要我怎么面对我的下属？哎呀，老同学，你别生气。这个小郭子你是知道，他是有后台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你别在这里吓唬我。重庆那位老长官我也认识的，协力呀。你现在成天跟着小郭子，接受这个接受那个，抢房子抢票子，这跟江湖上打家劫舍有什么分别呀？啊？协力呀。难道你把我们8年抗战的辛苦忘得一干二净了吗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今天的事完不了。不行，我要上报小郭子的后台老板。你要干嘛呀？我说，我要去小郭子的后台老板上面告他一状。哎哎哎，
书呆子，听着，这批逆产不单是小郭的想捞一票，还有他重庆的后台大老板的买卖，你听懂了吗？你听懂了吗？喂，哎，长官，我向你汇报，已经平安无事了。哎，祖荫一出面，这事情马上就解决了。好。哎，但是刚才那帮人可太凶了。啊，见着有份儿，明天好好谢谢祖荫。好，好。哎呀，什么见着有份儿啊？我呢？宝贝儿，你要什么？新民会董事长不是被抓起来了吗？我要他那辆别克牌小汽车。你知道吗？那么高级的小汽车在天津卫只有三辆。那我不管。哎呀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嘛！好好好，我要。哎呀，真拿你没办法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好，往这边放，往这边。齐先生，哎，这是个嘛呀？这是美国最新式冰箱，全天津旧舞台啊！哎呀，对对，放这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放这边，慢点。哎呀，电冰箱哎，正根儿哎，那我得瞧。哎，冰箱没有冰，正根儿哎。哎，把手放冰箱里头。好。哎呀，不，没电，电不死你。不会有电吧？不会的。哎呀，这冰箱可真棒啊！祖荫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郭新哲送给你的大冰箱，把它搬走。搬走？祖荫，祖荫，我跟你说，我说把它搬走。祖荫啊，搬走不大合适吧？我不需要这个东西，祖荫。这可是我重庆的老长官送的，要是把它搬回去，我怎么跟我的重庆老长官交代呀？谢烈，来一下。哎哎，老爷，这……哦哦。别生气了，妈，喝可乐。刚开的，爸。妈，可乐。太好了，爸，咱们家有冰箱了，以后啊，让二姐给咱们做冰淇淋吃。上个星期他们女生的家政课刚学做冰淇淋，然后给我们男生做了一大桶冰淇淋，特别特别的好吃，有巧克力味的，是吧？菠萝味的，香蕉味的，哎。我就用不着你来保护我了。怎么？因为我马术提高了呗。哟，听你的口气好像赛马师似的。怎么着，你还不信啊？瞧好了，驾！哎，陆冰，陆冰，慢点儿。哎，小心！咦！若冰，这都是树，小心点。若冰，若冰，若冰，你别骑了。别追了，你追不上我的。你下来吧，若冰，你别闹了。
哥哥，我最近学了一首新歌。什么歌？我唱给你听。好啊。冬夜里吹来一阵春风。喜欢听吗？嗯，好听，就是我不喜欢这歌。为什么呀？调子太悲了。那你喜欢听什么歌？嗯，我喜欢像合家欢那样的。那你唱唱。我唱啊。唱唱嘛。走遍了万水。和钱跑调了。这首歌啊，应该是这么唱的。哎哎，我下次再学吧，我快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。哎哎，我昨天跟你说的事儿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你转学到我们达华中学去呗。算了吧。我觉得我们学校挺好的。你们学校还好啊？我听说你们学校的教学质量可差了，你们学校的先生教的英语都是天津调的，什么点头 yes， 摇头 no， let's come， 其实 go。你对我们学校怎么了解的那么清楚啊？你还有两年就要考大学了，照你这样下去，你只能考起一所大学。哪所大学？加里顿大学。我给你提出一个严肃的建议。什么建议？赶紧转学到我们学校去。真的，我们学校可好了，我们学校的校长用重金聘请了最好最好的教授来教我们，比如教物理的王教授，教数学。若冰，我看一看几点了好吗？嗯。我真的来不及了，我真得走了，待会儿再说。明天我们学校联欢会。你来参加吧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到。好啊，那我走了。走吧。嗯，拜拜。哎，借过借过，谢谢。若冰，明天晚会你唱歌吗？若冰，若冰同学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咱们以后就是同学了，你知道吗？市长是达华学校的名誉校长，他聘请我爸当学校的校董，还有，我爸已经帮我办了入学手续，所以我现在跟沃聪、齐蒙现在是同个班，咱们以后就可以天天见面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若冰，我问你啊，明天学校的晚会你唱歌吗？要不要我找一些人来捧场？我先告诉你个小道消息，我爸为了给你。哎，不对，应该这么说，我爸为了给咱们学校壮声势，明天学校的晚会呢，请了市长、市党部主委、北宁路护路副司令，还有十一战区的理事长、政治特派员、军事特派员，很多很多的大官都会来。哎，还有，我爸呢还找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的司令，不过那个司令今早给我爸打电话说他有事儿不能来，他改派另外一位少校，那位少校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，他也……哎哎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对不起，你不能进。我为什么不能进啊？这谁家？
姐请。谢谢。若冰，你的调不对。来，重新开始。好的，先生。我们园中最好的玫瑰，已经躲藏在树丛里。快走！你还等待那阳光来临？可是秋。若冰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吧。好的，谢谢先生。不客气。哎，要不要进去看一下？哦，不用了，先生。那我先走了。先散会了，我送送你。嗯，走。走了。他这个人啊，总难接受新鲜的事物。他总认为啊，带电的东西会引起火灾，所以你看，在我们家你是看不到什么电炉子呀、电冰箱啊、无线电什么的。总而言之啊，在我们家生活，那就像生活在一百多年以前呀。啊，真的呀？啊，老二，你笑什么呢？哦，没事，爸，我送个学生。你怎么不叫你姐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读书社呀？她呀，我都跟她讲过好几次了，可是她这个人除了唱歌，对其他什么社会活动一点都不感兴趣。难道她跟齐先生的父亲一样是个老古董？切！哎，你见过齐先生的父亲吗？我也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。哎，我听说他以前是带兵打仗的督军呢。真的？对不起大伙儿啊，光线有点暗。来，谁先说说读书心得？我。请问，论联合政府，他主要分析了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期的国内外的一些形势，他还阐述了很多重要的哲学思想，比如说，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比如，爸，你散步去啊，花园转转。我们园中最好的玫瑰，已经躲藏在树丛里。你还等待那阳光来临？可是秋风吹拂。
想起叫什么名字？司马若冰。请留步，罗宾同学，祝贺你！哎，司马小姐，鄙人姓扎，是唱片公司经理，还有这个小猫歌舞厅的经理，还有中声广播电台的董事长。司马小姐，您唱的真是太好，前途无量了。罗宾同学，市长夫人刚刚在台下鼓掌了，她跟我爸打听你是学什么的，他说他想见见你。哎，司马小姐，咱们抽空谈一下好吧？这有什么好谈的？你是谁啊？谁认识你啊？你，罗宾同学，市长夫人还邀请你到她家去，她说……哎，司马小姐，司马小姐。下一个节目由我校校董、法院首席检察官郭新哲先生为大家表演西洋魔术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同学们好，请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手。好，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上来配合我一下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家父还有其他应酬。如果你们想知道这魔术怎么变的，就到青年俱乐部啊，我教你们，好不好？青年俱乐部，哎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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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嘉兴好了没有啊？那咱们现在就走吧。若冰，那个你卸完妆，关好灯，然后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好嘞，拜拜拜拜。我不知道你呢，你终于一天结束了，晚上到。谁？是我。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呀？我在等你啊。那你觉得我今天晚上唱得好吗？你唱得真好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很好听。干什么呢？哎，不错吧？嗯，挺不错的。哎，哎哎哎哎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！哎，跑什么呀？有事情问你呢。什么事儿？你这夹克在哪儿买的？这就在河边的小摊贩买的。带走。哎，去哪儿？喂，大哥，干嘛？你来了正好，一起带走。哎，干嘛？去哪儿？搞什么鬼呀？去！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还有朋友，要不要 ？No， 同学，怎么来这么一块啊？薄一点，上眼看看啊。哎，这，哎，老这，这是嘛事啊？眼鼻，你以为那过瘾吗？这还？哎，
二嘎。哎，林静来了啊。哎，郭大嫂，怎么的？我这军服还来劲吗？嗯，还行。啊，哎，今天这衣服怎么卖？静儿啊，这个数。什么？我昨天才刚买，怎么今天又涨价了？这也没办法。哎，二嘎，这几个我哥们儿，照昨天的价卖吧。我知道这几个好兄弟，拜把子，但是啊，我怎么不能按昨天的价给你们？啊？按我进货的价，怎么样？哎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是压缩饼干，当初盟军就是靠这个压缩饼干在诺曼底登陆。是吗？嗯，这能吃吗？当然能吃啊！啊，哦。盟军就吃这个在诺曼底登陆啊？对，好嘛，差点把我牙给割崩了。这个烟饼，尝尝看。嗯，劲儿是挺大的。巧克力啊，这个不行。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啊 ，Lindt， 瑞士，这个牌子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巧克力。真的不一样啊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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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地了吗？泡杯龙井来，我给你泡。来着，放！哎呦，放水！来了，您喝吧。哎，快看，烟胖子被抓走了。料定了，甲子日东风，毕业将，南屏山。这下午还没看完呢。大哥，看什么呢？谁呀？NBA 球员可厉害了，哪个队的？纽约尼克斯。哎，现在跟谁打比赛？还是跟美军打呀？就是亨利那个队啊，手下败将啊。他们不服输呗，他们练了个新战术，打人盯人。没关系，我们也打人盯人的。你盯谁啊？那个美军陆战队那个老黑啊。这么厉害？哎，李记啊，你吹牛都不打草稿的，你确定你盯得了那个黑人？尽量试试看呗。我告诉你啊，亨利告诉我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球队在挖他，叫什么来着？叫平塞队。啊，是活塞队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活塞队。哎，你们听听看，哪有人叫什么活塞队啊？多逗啊！可别蒙人了，美国职业篮球队从来不挖黑人，球星全都是白人，是不是啊？不过听说最近居然找了位日本球员加入他们的球队，所以我想他们种族主义应该改变了。嗯，你看，我没有蒙你们吧？哎，对了，我前几天呐、这个看了一个美国兵打 American Football， 特别精彩，特别刺激。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 American Football？ 不知道。不知道吧？这 American Football 呢，就是美式橄榄球。这个打美式橄榄球呢，是要戴头盔、穿铠甲，然后呢，这个抱的球呢拼命往前跑，然后呢把球要传给前面的人，不能往后传。还有啊，他们的体型啊都好健壮。谢良，
你这个体型要是被他们撞了，肯定飞到10米之外。还有，哎，别说了啊！哎，你说那游泳馆在哪儿呢？冬天可以游泳的，可能在那边吧。别说，我还没说完，怎么游泳馆呢？这地方真不错啊，挺漂亮的。哎，周总，你也觉得这个地方不错是吧？那我帮你们办会员卡，以后办的会员卡免费。免费的？嗯，行啊。哎，小娜，把那个报名表拿出来。填表，哎，放这吧。哎，来，一人填一张。哎，好好填啊，仔细一点。姓名、住址、年龄，姓名。都填啊。不就是来玩嘛，填什么表啊，费劲。对嘛，不就是来玩嘛，填表费劲。不填了。哎，对嘛，不就是来玩嘛，还填表，就费劲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第一，我们是娱乐；第二，我们三个人是为了玩啊，是不是？第三，没有第三了。哎，搞什么啊？你既然瞎搅和什么？哎，你们听好，也不是你们想来就可以来，要不是我先跟我爸知会过，你们哪能进得来？莫名其妙。哎，你们两个把那龙头打开，看见喷泉喷得怎么样？干嘛去？回去把那栏杆擦干净了。没有的嘛。哎，大顺，送大小姐上学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董事长。大小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新来的大顺，从今往后由他负责你跟二小姐上学的接送。哎，还愣着干嘛？上学呀，走吧。哎，对，董叔啊，我上次跟您说的事儿，您想清楚了吗？哪一件事儿啊？就是让李继哥转学到我们学校读书啊。别开玩笑了，快走上学。我没开玩笑，就凭他们那所烂学校啊，李继哥肯定考不起大学。他考嘛大学呀？将来老爷给他谋个差事，能养家糊口就行了。哎，您不能这么说呀，李继哥是有远大志向的人，您得让他如愿，是不是？再说我们学校比他们那烂学校要强百倍。每次华北会考，你们学校老是排第一。就是啊，那您同意啦？没有。那您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怎么跟您说呢？他没有那个命。哎呀，你走上学啊！一会儿迟到了，快走！哎，送走。那不行。若冰，你再磨蹭可要迟到了啊！小白龙乖乖，今天陪我去上学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不上学，把马牵出来干嘛呢？我想骑着小白龙去上学。骑马上学？这不是捣乱！拦着他，拦着他！哎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驾！这孩子哪有骑马上学的呀？大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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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骑马上学干嘛？哎呀，哥，这是画匠干的活，不是您的事儿，给我。哎呦，豆哥，这个不让我干，那个不让我干的，日子久了，我不成废人了吗？哎，给我。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我们司马家，在天津卫那是大不一样了。瞧你说的，有什么大不一样啊？老爷现在在外面多大的名气呀！话匣子里啊，隔三差五就广播老爷的消息，不是今天要收购伟中央储蓄银行，就是明天要收购伟正进银行。现在老爷是吗？老爷是我们天津卫的摇钱树。说起来，太太在家干嘛呢？哦，擦桌子，擦玻璃，扫地，收拾园子，说出去
我的脸都没有地方放。老爷呀，还让我找个厨子呢，也就是说，从今往后，他就不让你再下厨房了。老爷是真心疼您呐，也算是您有眼力。当年，不管贝勒爷那么阻拦这桩婚事，您非要嫁给他呀。哎呀，豆哥，你老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让孩子们听见还以为我是革命党呢。哦，您没有说过这段啊？那太好了，等哪天啊，我一五一十的跟孩子们说说，他们要去找终身伴侣，向谁看齐呀？向谁看齐呀？向哥哥看齐。您呢，还会吓唬我呀？董哥，还记得小时候你常编鬼故事给我听，吓得我呀连屋都不敢出。哎，您别提这事儿了，别提这事儿了。对了，你是不是在贝勒爷面前告过我的状？要不怎么贝勒爷在我脑门上弄仨大猴钉呢？我还真记得。怎么回事？这我的猴钉，我钉。豆哥，祖英给嫂子吃的那瓶进口药，她吃了吗？正吃呢。要是见效，让祖英再买去。啊，别，太贵了。不贵。老爷，让找那厨子。您看，正经银行混市油那个赵四怎么样？哎，您好，请问郭首席检察官在不在？这个是我的名片，本人是祝国军。你叫祝国？哎，祝先生，里头请。哎，好的。这个倒霉孩子呀！我爸在楼上会客呢。哦，嗯，这个房间比较别致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哥哥好。嗨。你别累着，这是画匠干的活。什么人呢？谁知道啊？这两天，小过子的客人，一波一波的。你说都哪儿来的人呢？知道我是清静惯了的，成天这么闹哄哄的，我还真有点受不了。说的是啊，谁知道这帮玩意儿是打哪儿还冒出来的？哎，别说哥哥，刚才那位我看着眼熟。哎，不会是他吧？谁呀？竞技汉奸。竞技汉奸？家住马场道小楼里。啊。那个专门给日本兵做军服的老板，就他。哎哎，来喽！谁呀？找谁呀？哦哦，哎，去去去去。米大律师，里头请。你好，郭少爷。哎，这边请。哎，我爸在楼上会客呢。你先上楼上坐坐。哥哥，哎呦，哥哥，您忙着呢。啊，您好。李董，上茶。啊，上茶。这小兔崽子，这米大律师和小郭子有来往啊？您还不知道吧？这米大律师是吃完原告吃被告。现在日伪韩建的案子多去了，他的生意啊，肯定是好的不得了。哥哥，等老爷回来，赶紧跟他说说，把这爷俩撵走。我看他们是扫帚性。您看，那小郭子人五人六那德行，他呀，是马食槽该棺材。您知道怎么讲吗？他成人了，他。李董，快上茶！啊，上茶。无奈和岁月长，无奈。
个人离去，隔海相顾梦远远，呼唤着你名字，不管有多遥远，你是否能听见？我一直在身边，往日情景浮现，仿佛回到从前，笑着泪洒心间。身边，多想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将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多想时光倒转。